嗨，大家早安，我今天来醒悟大学呢，来帮木星测拍一下。现在呢集合一段时间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里面目前状况怎么样。摘星阁实验剧场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，目前的状况非常的整洁。哇，灯光在前，好赞哦。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样子，就是布幕里面有桌子，等一下搭起来会长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桌子在这里。哇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。刚刚我们收到了这个制片 Taco， 他给我一个情书，来自谁？我们家董仔。我现在打开，他每次都做这种小动作，上次演舞台剧也是传那个 IG 告诉我说你很棒，他没办法看，他我很棒。好呀，我也爱你了，董仔。话语文字不用多，不用肉麻，简单粗暴。我也爱你，我会努力，你也要演出加油。他现在正在演出，还是要叫海丽写的。如果是海丽的话，眼泪我会立刻收干。昨天才追踪出梦轩，然后出梦轩马上 follow you back。他刚刚三分钟前 follow 我。请问出梦轩是这次的？他是我的男主角。今天要拍 MV， 这首歌在讲什么？跟我完全背道而驰。来说这首歌就是我们女生啊，每次说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，可是一看它好吃的就靠背，我受不了，要吃一点，明天再减了，明天减，吃一点没关系的。结果为了拍这个，罪恶感很重，直接大节食，对，背道而驰啊。OK， 下一个。所以你的现在跳那个右边步。你刚刚前面有几颗那个不知你跳错对不对？然后你往旁边看，你很惊恐的表情，我以为那是故意的，我以为那是，有一个是，我以为是戏，是啊，是戏，没错。好，那你那个做的很有戏感。那你要这样子，你就是质疑旁边的人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You got the point。进步，进步，有进步。但后面真的跳错。你为什么选梦轩？对啊，不是我逼他选你的哦，他选的。我在深思。是谁长得像谁啊？我列了一些名单，你是其中一个，是他选的。你在我心中位置很高。这男生蛮像谁啊？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。像谁？你的替身。我爸就说，哎，好像男主角是梦轩哦，难怪会找我。我说为什么？大家说我像孟小出梦轩，我就看，有可是不是因为你像梦轩所以找梦？小梦轩来，他们说我笑才给你讲，我有被说过，没有，是他说的，他跟我们说我们才发现，可是他最像的不是你，你知道是谁？刘亚仁。你有人说过刘亚仁？是欧弟。叶爱。哦，自己，对，来现场唱歌喽！又来了，不要！加油！这里是出梦轩，然后木星在哪里？啊，好近啊！你很兴奋的，对啊，姐，位置还没有对好，那么急来干嘛？好专业啊！人家木轩来了，我能不能？好，来来，对位置啊！大腿也是已经是橘色范围了哦。可能吗？现在目前导演的想象力真的很精彩。怎样？他爸拍着拍着，蛋糕就会有回回。蛋糕出镜这样。重点是一根也顶不起来吧？你给我摘！好闹。我们现在摄影师怎么会是你？我可以当摄影师啊。你也可以自拍啊，他可以这样拍哦，他很赞哦，他可以这样，他可以这样过来。有没有？好赞哦！他的防守真的挺不错。嗨，大家。是我的可爱小伙伴。导演也出现了。他
好，你要躺吗？你要躺吗？你这就是我的视角，知道吗？拍起来很好，很不错。欢迎追踪招牌，然后放这一张，抓好一下。抓西，谢谢杨文文大美女，请大家喝饮料。阿木拍摄加油。IG 账号是什么 ？Nancy0801 6。哎，我怎么说是记者？接下来顺便宣传拉姆。对，他不忘记他的稿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饮料，谢谢。谢谢我的穿搭。他都没办法前来，他收到了。你知道你刚刚就是一直很邪恶，但是啊，然后墨轩就是这样一个甜笑，猜一个成语，出淤泥而不染。这样子的，好像对，这样很好出。你是淤泥。小姐，请问你跪在这边是干嘛？跟孟轩讲一些事情，玩一些乐器。哎，你这个位置是有买门票的吗？不用哎，靠一些关系，走一些后门。后门呢？你也想跪吗？有，刚刚我们已经排队买门票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排一排，一张500。真的哎。是无声吟奏的声音。摸完了。再用不去一口，再唱一口。没有两个小人，这边有 baby， 一个 baby 在这里。哇哇哇！阿奇巴这个倒是有拍到。谢谢董仔的饮料，好好喝哦。大家都要放动物是怎样？就是放他们家的动物。对，都要放自家动物。梧桐号，我超爱喝梧桐号的。好赞啊！哇，我这个 MV 这样面子。来，这边还有。还有，哎，这个哎。有一个人就是不能输。不能输哎！谢谢音声小仙女来探班，而且他是放他的那个新 EP 的。有打歌是不是？想你想你 ，Sugar Boy，Sugar Daddy， 我快要不行。白天才管好了友谊，我就要偶遇。而且还放口笔，好可爱。他上面写三花一条心，真的哎，两边这样送是有那种尬的意味，可是他们都是姐妹一条心。紧紧要有的修个带，轻功自信的。嗯。等下我这只脚要站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开。嗯。这里是重点吗？没有啦，一直练没断。等一下，你要拿这个进去。天哪，我探班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林口哎，我开了40分钟的车来到这。掌声欢迎。Miss I don't make you right。想你想你 ，Sugar Baby， 我快要不行。拜托，一直在唱歌。有意我就会哄你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林木琴，你这样不会有 Sugar Daddy。我觉得 Sugar Daddy 那一段不错。Sugar Daddy 不错。对， Sugar Daddy。哎，你这头发真的金句名伶呢，你是夏目雪夏老板。水果酱吗？好，不要冷静哦。你真的可以穿越到董仔那部戏，烧饭场。一把鸡翅膀。哎，你旁边吗？它那是泳装，整个连泳装，哦，那是泳装哦。
套很时尚。你这套很厉害。对啊。但我里面穿的是泳衣哦，是我拍过照的泳衣哦，拿来这样搭，其实是很合理的吧。可是我一度一觉得我是不是在卡屁，原来丁字泳裤穿起来就是这么的卡屁。我要说你身材很好。身材很好，我练辛苦来了。还有像大只，没有啦，我觉得这次也刚好有那个建立起。想吃泡面。想你想你 Sugar Daddy， 没有，就是觉得有控制好饮食，然后还有健身的习惯，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呢。发现。你屁股是蛮厉害的，我屁股是天生翘啦。女生屁股不好练，所以很多人都说，哎，屁股怎么那么厉害？我说没有，好像天生，算圆吗？腿跟屁股都很吃天生的，腿是抽脂。好，大兔今天先收工喽。是，可以把你先吸回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立刻逃离。真的是小杂啵，我出去收东西，出去。我想说这一套一定，这套厉害在这儿嘛。哎，你看这套架势呀！别别别别。